邪魂其修就以天启都就是你的师父了。哈，他就是天启都高丽了，苏德安心吧。这位算了，就还你兄弟吧。兄弟，你怎样了？你带我会所却还我兄弟，我岂不是真吃亏吗？你也少年，可以吃亏。算了，是讲你真正是那名天机多，莫非师兄不是才介绍过？你这么少年，怎记性比我也歹？莫非？我好事明白，你为何叫我兄弟咯？教学前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那我问咯，请问奇迹不败也在你身上吗？我问错咯，我也以为你也要问我八回事情。那我确实没兴趣，但我经好奇奇迹不败写入哦，在我心胸不错啊，可以叫我看看吗？你看吧。这就是奇迹不败。今天看到你，此生足矣。这娘就满足了。当然也会拿下天元轮回，拿下天元轮回之后呢？人生不该只有天元轮回，那不然呢？这问题你留在心中。听说你不专心练神武剑诀，自创一套叫文剑飞罗啊，文剑七十八路，练一摆给我看吧。哦，好。哈，请问方才那条孟冲路不红如梦是为何意从？什么意思？此招的用意是针对何种对手对付那种武侠？细节和我细节无什么细节，只是因为好耍。若攻击无意义，就无存在必要。虽然你认为神武剑诀过时，但以一招一式拢有其意义。注意看，是怪八方鲁棒，但是完全不懂是吗？简单改良便能克制亲像神风开刀这种上路剑法，只是看一眼，这怎有可能？可看到那张树第十片树梢落下之前，给我五十招剑招，若有困难便改二十吧。不用，就五十招。准备好了，叫我一声。你唔看吗？如数天井，我虽偷寒，乃人间一大秘书。哦，